所以今天的姊妹大家平安。今天是台南县医院的奉献主日，校院本身很困难，派的这个老师还是讲牧师到在我们中间来请安报告。总是我们能看这个手头顶面，我们有拿一张这个请安函，这是王院长所写的。这个院长本身他也到人也没离开，所以我们为着这个南巡买新的这个院长，这个时阵来敲锤来这项代志来代祷。咱也继续为着这个行业本身啊，特别是因的师资训练培养，爱用足侪钱。也佫有项代志是讲，因有起好一间叫做黄章辉纪念的图书馆。这个图书馆本身的起造费用到即阵还佫欠一亿啊，所以阮继续为这项代志来代祷。家己也伫奉献中间检采，你凭家己的感动来为着这间行业来奉献。今早起咱进入到第九章这个部分的经文，释书吼，这个世界若无上帝话，真侪人都伫伦理标准，那是人最中心所形成的道德伦理标准的时阵，无有上帝旨意伫其中。安尼，这个世界会塞到愈来愈竞竞争，也阁是非常自私的生活。因为每一个人敢若顾家己，顾家己的这种特色就是讲，我想要得爱的，我就爱去做，这是我的权，这是我的自由。咱将别人的自由排除在外，也就是讲压迫其他的人的自由，这是真黑暗世界。所以每一遍咱在读圣经的时阵，都会发现非常宝贵的这个真理。比如讲，今早起圣经中间所讲的自由，这个自由甲世界所讲的自由真无同款。值得咱来思想，头一项，对无自由，到底得到真的自由，这是真重要的这个功课。咱做基督徒伫受恩正正是活伫无自由这种的环境中间。总是对咱接受基督的救恩，咱有最大的自由，就是让上帝接纳到底伊永远活命的自由，也佮活伫受称义、祝福、接纳，正做伊今日的自由。这个自由，和所有基督徒超越伫这个世界的以上，无受到任何世间黑暗关系控制，罪恶、痛苦、死亡、甲撒旦。拢袂当限制咱所有基督徒。主耶稣伊有捌这个应允咱一句话，咱做来读。耶稣就对信伊人犹太人讲：“你若常常惦伫我的真理，就真正是我的核心。恁要捌真理，也真理要予恁自由。”圣经内面所讲的真理是自由，甲现代所珍惜。不加这个争取，所谓这个主人管理的自由不同款，唔是得讲政治法律上的自由，也唔是讲我想要做什么就爱做什么迄种的自由，是伫基督内面得到的自由，是上帝所充满的，甲伊做伙来享受永远的自由，会当活出性格，活出良善、勇敢的自由。这个自由无法度对外口这种的表现来看出，也无可能让世间任何世俗人知影。保罗讲，基督是咱的性命，伊正做万行无源头的基督，既然是基督徒的性命，所以讲除了基督，人还佫有甚物通含这基督徒呢？无啦，所有现实世界的任何代志，拢袂当限制所有基督徒。在基督内面的自由，我举一个例，南非曼德拉总统，伊伫这个家中间有写一本册，中间伊安尼讲，讲伫迄个孤单甲寂寞世界中间，我对着我家己的自由，唔忘变成做我对所有人，包括黑人甲白人的自由，唔忘，相信也知影，亲像我。亲像受压迫者的亲身的体验同款，受迫害人必须得到逃亡。
剥削别人、自由人是贪妄分的凡人。伊将伊家己设置偏见，也搁心思一念真恶的铁门的内面。实是我要剥削别人的自由，那我就活伫无自由中间咯。就亲像当我的自由受别人剥削时阵，我的确也无自由一款同款。伫这款情形下面，被压迫者甲被害者同款，拢受剥削因的人生。所以，当我行出去这个街路时阵，头棒被压迫者甲压迫者两方面，拢成做我性命的使命。因为得到自由，那是脱离家己心中的捆绑，那是尊重甲加添别人的自由一种生活的方式。我献身的自由考验拄啊开始啊！咱对曼德拉的分享的中间，通看出伊所追求自由，毋是伫外口，伊的身躯通得到套房，离开迄个限制的自由。那是套房，予人的心内受限制的怨仇，是迄种不自由。伊会当看出。迄、那个真正自由是对伫心灵顶面所得到自由，即甲伊个信仰绝对有关系。咱拢知影，四十岁时阵，伊受了这个关卡的时阵，伊对信仰还阁无非常即个敬虔。总是伫二十七当中间，当时伫被上上帝位时阵，信心不只感动改变伊个性命，所以伫迄个中间已经决心要离。要来放下心来妄想，那无南非无可能真正会当重建伊这个新的国家。后来就算讲伊做总统，心内真清楚，黑人甲白人两方面会当真正是融合，是一条非常孤单的路。总是不论如何，伊打开这个新的开始，甲愿望伫这个南非新的国家。伊继续讲，我深知。每一个人的心，足深的所在，拢存有慈悲甲怜悯。无有一个人因为伊的皮肤、背景、宗教、信仰来怨恨另外一个人。人一定是通过学习，才知影怨恨。如果伊会当学习怨恨，那安尼，因的确会当学习疼，因为疼伫人的心中比怨恨搁较自然。就算伫家家中间，遐个非常即个无情日子中间，我犹原会当对某一个顾家的人心中淡薄看起一寡人性。就算讲是一秒钟，总是交给予我的心恢复信心，甲坚持落去。人的心的善良，好亲像一条会当稳重，总是绝对袂当破灭的海洋。所以，咱对曼德拉一生中间看起一个实在是无平凡的见证。伊虽放受限制伫教育中间，总是讲啊袂当限制伊的心理的自由。伊真正活出真个自由，即个上帝点伫个心内，予伊通得到上帝生命喜乐、盼望甲快乐，提供伊放弃迄个怨恨，这是一种快乐。点到整个民族的自信心了。我伫读的时阵，用家己的话，较浅白的话来各讲一句话。我若选择报复，我就失去了一个朋友，我也失去了挽回一个灵魂的机会。就算讲这是我的自由，总是失去了为主做工的一个机会。或者是讲，我会当选择下面，我就加添一个朋友，有真大可能也加添一个灵魂，通倒转到上帝一边。虽望世间会提笑我为怎样放弃管理，我心内也会挣扎。总是这个选择，正是我的自由。我要选择学习行基督所行过的路。咱当做小小的结论，对不自由到底自由是指明讲，咱受上帝恩典，不过再受着罪
的管辖，像是咱当辨明家己生命顶面自由，无必要、无需要受到外在环境的限制。第二部分是对自由来放弃自由，就是一种学习军队基督放弃家己。这个赞助是渐渐发展出来，是指明讲一个门徒已经在主内面长大来信息，而且感受到对上帝有新的呼召，谈到基督当工来完成伊的大使命，做门徒应该做的工课。咱的耶稣基督有捌讲一句话，咱做回来讲，佮对众人讲。那有人要跟我，就着看无家己，日日拿伊的十字架来跟我。耶稣基督呼召咱来军队，伊头前就要放下家己。大家的圣经时间讲写讲看无家己，放下家己的英文有一个字叫做 deny， 否认。其实家己是世间中间所有问题的源头，即使无有家己这个问题，这个世间未发生遐多的这个罪恶，未混乱，魔鬼的源头也是因为伊高估家己才来的。圣经中间有安尼写讲，指明天光早的启明星啊，你怎样对天对路？你这个公婆的狗怎样受砍倒伫地上？你的心内不讲，我要上到天顶，我要举起我的座位伫上帝敬虔的顶面，我要坐伫主会山伫北方的极头。又搁讲，我要上到比云较高的顶面，我要甲至高的平顶，总是你要坠落阴间，到伫极一起清净的极头。撒旦本来是上帝国中间一个天使，非常水，这个身份非常尊贵，总是伊家己无满足，竟然被爱甲这个至高的平等，自我扩大、自我中心的表现，造成混乱的原因。从世纪亚当夏娃为怎样背叛上帝，当然是魔鬼试探，总是后来这个夏娃吃了这个罪过了。敢真正三心甲上帝同款的智慧吗？那不是为着家己，为着家己的好处，因是被犯罪，所以耶稣呼召军队以所有人都要学习放下家己，因为自由中心就袂当过一个顺服的生活。什么是放下家己？要放下什么？头前离开罪。保罗在圣经中间有写一个经文，咱做伙来读。你若个人听第一，搁第一受教时，照第基督所有的进食，就是论到从前所的行作，令堂登记过的人，就是照应有人的需要在败坏的，个人信心换心。请迄个新的人，就是照上帝用真理的义甲性来创造的。上帝是至圣的上帝，咱袂当带着填补咱的罪来挖苦上帝，希望上帝的确在追求清气。那毋是清气，无有人会当跟我上帝，何况是军队伊呢？信主人犹原踮伫这个罪恶中间，这是真矛盾的代志。信主人有进入到天国这个资格，好像摕到这个票同款。以后那遵游完军队家的意思来生活吗？那确实有人真正是安尼，伊会使讲是一个假的基督徒。第二，放下家己的权，或者是认为好的代志。保罗的信主了后，但总知影，伊是一个非常道德、非常高的人，伊毋是歹人。伊捌家己安尼讲：，伫第八日我受割礼，
我是以色列族的人，便雅悯的支派，希伯人所生的希伯的人。教律法就是法利赛人，教热心就是困着教会。教地律法的义就是无旁谈嫌，总是并说罪我的利益，我为着基督已经看罪损害。第七章的最后来读，那是并说罪我的利益，我为着基督已经看罪已是损害。那安尼，我真正看万行事最损害，因为我抓捌我的主耶稣基督做第好，我为着伊捌损失一切，也看做本色，是爱得到基督。在这个经文中间，咱看见保罗的家庭背景，行道拢非常好，总是甲基督比较。保罗本身就讲，一切拢是亲像粪扫共款，无价值。咱若有好、真好运势，抓这个最夸口，咱就无多来讨上帝来意爱，为主咱来学习放下家己，都要心存感恩的心来服侍上帝。唔通讲这地上所一切拢是靠咱家己智慧、聪明、才调所得到，唔是安尼？咱所有一切拢是对上帝所来的。就算讲咱所做是应该，也无唔对，总是要为着基督耶稣为万国感恩来学习来献上。头前最当然就要去离开，佮进一步为着基督为因果而要学习，放弃一寡正常的廉洁，比如讲敬虔基督，为着特殊的代志，咱来学习基督，比如讲莫去看。这个病无这个健康的这个电视的 soap opera 或者偶像剧、肥皂剧，或者是讲用时间用伫读圣经来祈祷，提早起床来读上帝的话。咱无去做这代志，当然是你家己的关，总是为着学习基督，咱甘愿牺牲，牺牲来离开体贴身躯，来体贴上帝。戴德森博士是早期到伫中国宣告一个宣教士，伊的心愿是通过医病来传福音。伫还未结婚进前，少年时阵，伊有一个非常好的女朋友。伊对女朋友讲：“我要到中国，你有意爱来嫁对我来无？”啊，伊女朋友讲：“伊无反对伊去传福音。”伊嘛赞成伊做博士，总是无同意第一到伫中国，所以因个人就安尼离开。你若去读这个戴德森跟玛利亚这个故事中间，中间有写这个故事。后来伊干那一个人到伫中国，其实戴德森会当做一个医生，正做伊个事业，伊嘛当做一个博士留伫英国来建立家己个教会，也是讲家庭。总是伊为着主，伊领受上对上帝新的呼召，所以呼召爱怎样？唔那是一遍，对每一个人来讲，检测有第二遍、第三遍、第四遍，完全是看咱甲基督本身这种的感情，还是讲关系到底偌深啦？有人会当做这到这个程度，伊甘愿牺牲伊的权益、伊的自由。咱无法度批评，无法度比较，总是来看出一个人对上帝心到怎样。意思到底第三章就是讲，放下家己，也是放下家己的意思。耶稣伫受难之前，跪落伫上帝面头前，安尼基督讲：“我的父啊，哪会做得，就让这个杯离开我，总是唔是照我所爱的。”是照你所爱，咱的主要说有这个关，无爱去啉这个苦杯。伊唔是讲理所当然为着罪人来死，犯罪人来死是应当的。伊无罪啊，代替咱受罪。检查伊的心底伫想讲，被上帝检查还佫其他方法无？唔免行这个路，
因为这个路最大的痛苦，不是讲耶稣基督受钉，而是给迄个辛苦的，迄个痛苦，是伫迄个痛苦的过程中间，伊排所有世间人的罪，地到伊甲被上帝伫迄个时间上拆开，因唔捌离开，总是为着咱的罪，伊受上帝来鞭打，这是非常痛苦的代志。到落尾时阵，伊理解。所以伊继续祈祷讲：“爸啊，这个杯若未得离开我，的确着我来啉伊，就愿你的旨意得成。”所以咱伫学习祈祷中间时阵，这个中间有小寡把劲，就敢那和这个把合同款。到落尾时阵，咱要学习，毋是讲求上帝你的意思会当转变。来符合我的意思，不是这样。到落尾时阵是求主来改变我，通让我的意思来跟对你。耶稣最后不坚持自己想法跟要求，因为知影被上帝有最高的旨意全然顺服。咱的耶稣基督帮助自己，跟咱自己无同款。伊原来是万行有的主，至高的上帝。圣经安尼写讲。伊本有上帝形状，无了甲上帝并定罪所着接受的，反转变看家己，出落无形状，成做人款式，伊就因有亲像人款式，就屈家己顺服到底死，甚至死伫十字架顶面。所以，伊显明一种放下家己最高一礼，虚己变看家己。降生在这个马槽，因要上帝竟然降世成做人的款式，最后有着人的后世到底死，伊付出遐尼高。这个时阵，我要讲一个例，咱中文和合本其中一个翻译者，伊名号做富善牧师，伊祖先是对英国迁徙到的美国。1836年的时阵，伊伫七个兄弟姊妹中间，伊排伫第三。20岁时阵，心内就受感动，立志要到伫海外做一个宣教士。富山自细汉时阵，甲其他兄弟姊妹做伙做真侪即个厝内底会正做个代志，所以上帝也因为伊即个农业技术装备伊，以后伊伫中国北方，伫有时间的时阵。也当种菜，种一挂鸡翅，养起一挂鸡、甲鸭，来照顾家己的生活。在美国读册的时阵，伊对着希伯来文非常趣味。等伊到伫中学中间，无想到上帝也用伊这个功课来参悟伫圣经翻译。富山牧师非常热爱中国人的灵魂，为着要学习这个语言。伊超工对伫学囡仔来学习，讲因讲话的款式，伊家己有一种的即、這个啊，讲学习中文的办法。落尾富山牧师要真侪，就真侪宣教士中间讲即个北京话上介水、上介好的即个牧师。当然，伊的婚姻也非常的凄惨，头一个两个都。死在中国，当然第三个也同款，死在中国。夫妇中非常忠心，为着主来做工。其中有一项就是讲，伊参与伫这个华本圣经的翻译。迄个时阵的中国已经出版差不多5到6无同款的版本。圣经公会看了讲，拢无够。达到一个真水的地步，所以在1890年的时阵，就决定讲，搁再做一本。所以，超侪真侪对伫圣经中间有这希伯来文、希腊文的基础，重新来翻译。富善后来人民将做一调职人。在这个经过20几年中间。有人真无闲，有人真年老，有人半病，有人是中间。离开这个世间，所以委员会的中间的人不时的调整，
傅盛博士为头到尾拢无改变。到伫1919年的时阵，规个圣经经过28年的翻译完成了。伊迄时已经是82岁的老人，伊是为头到尾唯一一个人会当看起圣经会当完成的。上帝予伊长退休，会当看起这个圣经的出版，非常快乐，非常感恩。兄弟姊妹，伊为着主付出的一切，伊会当做另外选择，总是甘愿放弃伊的自由。会使讲待伫中国，为主来做工。咱不独独拢爱亲像傅盛博士受号召离开咱个故乡，到伫遥远所在为主来做工。总是咱在学习军队基督的关系，上帝来基督讲，就在伫这个时阵，就在伫我现在生活环境中间，主上帝求你呼召我，会当为着某某人灵魂的得救来祈祷嘛？来启示我，通为着因家人做甚物代志？启示我，因带我，伊要讲甚物话，互因对伫福音产生一个兴趣。说出我成做一个有影响力的基督徒，这就是学习放下家己一种的态度啦。咱的信仰的确要爱甲你家己的生活关系结连做伙，的确有改变就对。保罗，咱倒转到圣经来看，保罗信仰观有两个层次。头一个层次就是讲，伊选择放弃家己应该有的自由。在8章的中间，保罗引用基督徒通也是袂当食这物。咱通看见伊的立场，头一项伊坚定认为讲基督徒绝对有自由来食，免得惊，因为万物拢是上帝所创造，按讲上毋是真的上帝，无得惊，做你食。总是伊选择讲甘愿放弃食这物权甲这个自由，是因为无愿意互这个信心软弱人跌倒。伊选择徛伫对方立场来设想，毋是单纯去想讲这是我的自由。所以，咱要做一项代志，让这个迷信者有这个机会误解批评咱的时阵，那就应该为着这个迷信者的缘故，唔通去做迄项代志。假使因为我食这戒命，让这个非基督徒认定讲我有参与伫这个拜偶像的代志，直到伊伫信仰顶面有摇疑跌倒的时阵。伊保罗立场就是讲，基督徒就应该随时放弃迄个自由。伊伫这个经文中间讲一句话，讲世俗人甲恁讲，这是这物，就无得食。这是为着迄个甲恁讲的人，伊个良心的缘故。所讲良心，毋是家己的，是迄人的，因我的自由啥时候？把个良心念伊啊，咱都看起非常清楚。你差不多你千万年前，保罗思想非常的自由啊。又搁讲，咱做位来读，我若感恩来吃，啥事为着我所感谢的人，互人诽谤啊？所以恁或是吃，或是啉，或是做甚物？拢着因为因跟上帝来做，为着基督因果，咱唔通制造机会，互良心有问题人误解，也是讲诽谤人，提高咱本来有这个机会，用福音来改变伊的良心的这个机会，较怕灭啦。所以咱会当讲，用这个食物件代志，会当牵连真侪代志，无独独是啉食，是感觉是讲做这项代志。咱都要学习站在对方的立场，对方的良心不是我的良心，不是我的自由啦。更加重要是，保罗有第二个层次的信仰观点，这非常水，就是伊选择了给对方得到好物件，挑工哦，为着让你得到好物件，不是单单是讲啊消极，我不爱做这项代志就好，免得你误解。颠倒就积极成功，我为着你的好处。
大道长老已经替咱读这段，总是给咱读这个后边的所在，二十二节做回来讲。软弱人，我就做软弱人，为着得到软弱人，我就做什么款的人，无论如何，是要拯救人。大项事，我因为福音来行，是乎我通参加有份地基督。所谓达好人，我真做达好人，并不是讲，好人变真做，无做我家己即做人原则，也毋是讲任何人所做任何代志，咱拢爱去做，甚至即连犯罪代志嘛去做，毋是安尼。为着传福音给某位人，甘愿真做好亲像伊迄款人的款式，要来跟我伊，无得想要拯救伊灵魂，选择为对方得到好处，这是一种积极的态度，传福音的态度。牧师到即阵拢有委员认为讲，传福音吼是一种主动的态度，是咱长老教会困了真久啊。就去当初百万年前的时阵，第一代基督徒在咱台湾时阵，你看因的态度，甲许多行传者、许多拢相像啊。四界去行，四界去抄找，四界去认捌搁较济的人来听上帝话。有人误解国团会是有这种压力，认为讲是这是抢业绩，咱长老教会这里做幸福小组抢业绩。请咱唔通将这个世间社会做事个阳光光放伫传福音身上，我即马要来解释这项代志。那假使咱中间有人安尼想，我真正也甲你生气。你无真正听上牧师的解释，讲什么时候做咱的教会官，你无听清楚。我重新讲一遍。传福音正经都要认识什么是正确教会观。头一项，教会观是一个群体，信仰群体，不是只是一个建筑物。所谓教会是指一群接受耶稣基督救恩，来到世间分别罪性的群体，因借着奉主的名聚会，伫遐敬拜、拜饼、读圣经、祈祷，往外口来传福音。这头一项。无有这个建筑物无要紧，教会依然存在。共产党咧拆这个十字架，拆这个教会，不准十八岁伫进入到教会，不要紧，教会依然存在。因秘伫厝内底，因伫这个餐厅聚会，因的主日哦，本来是两百个、三百个，拆开十个人，一个老师带一十个人，跳光跳过这个公园去佚佗。不准十八岁去教会礼拜，因就听说到四个，因做小组礼拜。教会底下，第二，教会是一个健康的有机体，意思讲一个信仰群体，卡属伫一个好的环境来生活，的确就要成长。你去问一个农夫，某一个农夫也一个经济，无期待这个菜色长大无？除非是糊涂的农夫啦，我做一个牧师，用心用这个正确方式来养饲教会兄弟姊妹。当然，我唔望这间教会会当壮大，这个壮大是健康的，这个壮大两个方面壮大，头前灵性生命成长，愈来愈亲像基督，有主的生命生出信心的果子。另外一方面是温度，生命有这种的传染力，有这种感染力量，自然的吸引其他的人跟我你听你讲话，然后进入到这个信仰团体，这是理所当然的啦。在人的家庭，在品质的家庭，当然这是教会正常有机体。第三。基督徒学习主要所求的在世间的行动，不是单纯的对传福音执行主的命令来做，是体会到咱去拥抱群众，好亲像主要所教的世间拥抱群众，
疼世间人心情，伊爱人五世界提出护照，就亲像伊对彼得护照同款。伊到落尾问彼得讲：“彼得，你疼我比遮个搁较侪吗？我但是你读的圣经就听无看不清楚呢。”是不是意思？这个意思比这个事情更亲吗？然后我慢慢慢慢来了解，应该八位来我来讲，上帝好像对咱中的教会所有的姊妹，重新提出新的号召，讲某位姊妹、某位兄弟，你听我有比你放下家己、离开你的自尊更亲吗？你有听我比？予人拒绝，予你的心底有见效的感觉，搁较亲吗？你有听我比你身上的金钱搁较亲吗？那确实无，无法度亲像我听你这样。那我无认为你甘愿为我传福音啦。你无要离开你舒适的生活的习惯，而且是讲放弃清楚你想要爱的物件来背叛迄个迷信者。卡叔是安尼，我劝勉你，唔通欺骗你家己。我敢那会当讲，你也无真正听我。皮亚海波斯讲，基督徒伫传福音过程中间，必须要牺牲，牺牲三项代志。头一项，牺牲你的时间。做生意的人认为讲，时间就是金钱啦。总是主要是为着拯救世间的，伊牺牲伫天国甲天父上帝聚会时间，伊挑工选择特殊人物来跟我伊，伊注意咱，伊关心咱，伊听咱的心声，每一遍主耶稣拢会当转变人人生，落尾十个门徒应改变啦，落尾撒该改变啦，落尾马代马利亚改变，落尾有罪的女十妇人改变啦，落尾撒玛利亚妇人改变啦。彻底改变，每一回耶稣甲人三度讲话时阵，因的性命完全的转变。这个时阵，咱也感觉用主耶稣所讲的话，唔当所会当接触的人来讲话，唔盲讲，咱加做一个小小基督的款式，来改变你所接触的人。亚利姊妹，你认为传福音免开时间吗？你认为你愿意不愿意放下一挂时间，甲特殊人、你的朋友来交杯聚会吗？因灵魂是上帝所爱。第二，牺牲咱的财物，大家拢知影，金钱不是万能，金钱袂当满足咱的心。上帝嘛，无唔忙，咱将这个追求金钱做成做咱人生的目标。总是上帝啊，唔忙，讲咱通过金钱财物来适当传福音事工。金钱啊，这样成做传福音顶面扮演非常重要一种补给的功能。比如讲，通过买一挂重要物件来帮助送乡人，亲像咱们咱下晡同款，咱差不多二十几个只同工，看见因伫啊经历只个。假面来准备给这些需要的人，不是坐在那个地方对一些人说话，你对对的人啊，才知道说这是不农族啊，才知道这是泰鲁格族啊，才知道这是生活这么欠缺。咱挑工跟我这些人通过这些财务，比如说在团委有一个人帮助一个非常需要手术的费用，要用非常的钱的部队友，遐个姊妹用来奉献募款，后来嘛带领这个家庭到伫教会中间，骨那边的真大灾难中间重建工作需要真多这个钱来重建，所以上帝伊爱咱学习牺牲奉献捐钱来帮助，亲像今仔日咱来帮助咱台南乡亲。第三项牺牲，我感觉是非常重要。就是这种的牺牲，是一种会影响人性命长期的努力，是表里如一的敬虔的习惯。为了这项代志，你都要学习这个牺牲。当知啊，四周的人对咱信仰生活开始的时阵，并无兴趣，反正因对着咱这的人，
的生活改变有兴趣，因为因是捌咱上界起初的款式，迄种无顺服款式，迄种讲话吼无礼貌的款式，迄种穿衫真奇怪的款式，迄种生活吼无即个目标。一旦信主了后，咱来邀请伊到伫教会这项代志开始，因无兴趣。总是因愈来愈关心咱究竟行伫这条军队耶稣基督的道路，一旦坚持偌久啦？生活敢有往好方向来改变吗？咱的人生的态度变得搁较积极吗？对着重大事项的处理有无同款的态度甲选择吗？咱信主了生活，这个婚姻生活有搁较美好，有成长吗？咱为何认捌咱的亲人，了解咱的信仰，敢来当挡一年，挡两冬？而且是无法度带来予人心神的迄种的快乐甲喜乐。咱也知影，咱的信仰生活将来毋是一种秘密的生活，是公开的，是看得到的，是通大声的宣扬的。这是一种马拉松式长期的一种的抗战，予人看见咱的坚持甲对上帝忠心。为着人灵魂地球付出时间、付出财物，为头到尾拢无改变信仰态度，这种三种的牺牲加添起来，加做一种的影响力。咱唔通误解，团婚只不过是团讲起圣经内面的道理，因这人随时听了会接受这个主耶稣。伫一般的情况，会移民。咱确实无伫即个迷信者中间付出三种的牺牲的代价，因袂遐尔简单，对咱进入到教会。总是咱也应该知影讲，就算不能付出了即个三种的牺牲，人也无拄拄到伫咱中即个教会啦。因检在伫两年了后，或者是讲五年了后，进入到其他的教会，无进入到同一教会。总是影响因会当接受这个信仰或者背景的头一项，是因不接受你所付出的牺牲的代价。迄、那个牺牲的代价，点点滴滴加添起来，拢非常的印象，藏伫个心内。兼讲你不认为这是予咱得到安慰的代志吗？何必小心呢？何必认为讲的确要爱伫咱的目睭进前看见这个人改变？第二到伫教会中间，唔免遐个姊妹，保罗放弃的自由，扩大亚福音的经济，咱即阵要学习做这项代志。伫今仔日，咱伫因的心内面，亚即个福音经济，以后有人来受挂，真做上帝国的遐个姊妹。其实即个过程中间，咱上帝伫天顶，伊的目睭拢伫看。家己算账，家己记，到落尾时阵做会算，家己鼓励，家己有了讲好，搁善良落步，咱做来祈祷。伯我的上帝，伫你面头前，我恳求你赦免我，听了足久的福音道理，总是伫生活顶面检采，变大也善，因为讲这毋是真重要代志，主啊。等我搁一遍看见保罗伊个见证，应该有可以获这个自由，伊甘愿来放弃，和我高举规律，勇敢来牺牲，付出这个代价，目的亲像保罗同款，拢是为着福音的国。愿安尼祈祷，奉主耶稣基督名，阿门。